你好，欢迎来到哈拉西文歌。我是来自阿根廷的安娜，我们会在这里聊一下天，然后你会学一首西文歌曲，好吗？我们今天要学的歌曲是《美人鱼》卡通与美人鱼里面的一首歌。从小到大，我就非常喜欢看迪士尼的电影，然后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美人鱼。我小时候常常就说，等我长大的时候，我就要当美人鱼。没想到20年以后，我的愿望就成真了。我是在阿根廷出生的，然后我从小就是在乡下长大的。我是在鸡鸭鱼鹅，还有泥巴，还有萤火虫之间长大的。之后我就到。搬到城市里面去念书，我念了音乐学院、医学院，然后在医院还有工作，在医院还有银行工作了几年以后，对呀，我就像一个正常的成人一样生活。那30岁那一年，大家就开始跟我说，阿娜呀，你要稳定下来了，你要嫁人了，你不能再这样子乱玩了，要不然你会当剩女哦。然后我看着身边的朋友也都一个一个结婚成家立业了，但是我心里还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跟我说，not yet, not yet。所以在我30岁那一年，我就决定辞掉我朝九晚五、稳定的优渥的工作，然后决定来美国念书。我没有很多的钱。我也没有很多的计划，但是我有一肚子的梦想。对呀，来到美国以后，我就发展了一个教学平台。那之后呢，我就在这里念书，然后最后这4个月，我跑了南韩，跑了夏威夷，跑了哥伦比亚，生活过得蛮多彩多姿的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哇哦，小时候我说我要成为美人鱼，结果就真的发生了，美人鱼她跳出了她的舒适圈，我也跟着美人鱼的脚步，探索我想要认识的世界。所以希望你喜欢这首歌。不好意思哦，前言太长了。不过好了，就这样子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唱这首歌，然后希望你喜欢。这是一首美人鱼的歌，也是我心里的声音，然后希望它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自由，还有很多的梦想，好吗？
会唱了吗？你可以点下面的连结，然后看一下这些西文的词汇是什么，有动词的清单，也有很多疑问代名词的清单，这样你可以记住一些重要的西文词汇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这首歌，如果你喜欢哈拉西文歌，如果你喜欢我奥娜的话，就请你订阅一下这个频道。我们每一个周六都会推出一首新的歌，然后你可以学一首新的歌曲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继续哈拉，继续聊天。好的，那就这样子，这个礼拜你要好好的自由，你要好好的梦想，好好的唱这首歌 ，OK？ 下回见，拜拜。